我不要。不行，这些等会给你买。老板，两份翻翻饺。他人呢？赌场。真不愧是宗主亲手培养的，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了？进入我的结界还能行动自如？你们的目标是我，不要伤害其他人。我收到的命令是，跟你有关系的人都得死。
上前一步，这傻的。一个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名字。你以为这江湖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？那也在于你无关。你义父在家等你。今天谁也走不了。